三单是陈幸彤。中间。中间。好球，这个。中国选手陈梦是东京奥运会的女单冠军。那今年，相持，看住，漂亮。7-3，把比分拉开。好球。陈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。中国队的三单啊，他将对阵伊藤美诚。相持，上手，好球。在。好球，哎，抢过。没怎么丢过球，这种节奏还是陈梦比较擅长的一种对攻的节奏。顶足，反手顶住啊，正手把这个球给拉起来。正手上手。上手，正手未短，然后快劈到平野美宇的中间底线。